OK，Hello， 又到星期五啦！唉，我成日都講我最開心星期五噶啦。因為禮拜六放假。唔係啦，梗係好忙啊！禮拜五最忙嘅，不過又即係中間可以同啲老友傾下偈，有一件阿閃。梗啦。又可以請到唔同嘅老友嚟傾下偈，又拍膊頭啊，又好咁。不論係即係我哋開鏡啦。未啊，但頭先拍咗幾下。開鏡又好，咪前咪後又好，一間做即係做完直播食飯又好，即係傾下偈。不論。不論是我請啦，唔係啊嘛，難得你邀請我啊嘛，你邀請我得我請。不論係認真話題定係吹下水都開心嘅。我先收到好多八卦消息啊，係都食曬。嗱，今日晏咗少少，點解咧？真係忙啊！而家大家都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唔係啊，係周圍都忙。你睇而家街車又多咗，去球場啲人又多咗。喂，泊車都冇位，即係開始回復正常啦。其實好事嚟嘅。真係，頭先我啱啱就揾個標位，我就揾唔到，竟然跑馬地係冇一個標位出現。好多人啊，而家即係多人踢波啦，咁都好嘅。好彩啲就揾到最尾，即係開始時間咯。開心嘅，最要維持落去。啱早上個禮拜嗰啲咩健身群組嚇嚇我哋，冇事而家。keep住。係啦，而家去翻係降翻啦。OK， 喂，入正題啦，介紹翻我哋今日嘅嘉賓係啦，即係我一。話請呢個嘉賓幾多人歡呼，哇！偶像啊，咁又係呢句啦，真係好開心嘅，俾人玩啊呢個偶像。唔係啊，你呢個字眼真係長期都係。各位 fans 點都係攞嚟搞㗎。入紙申請㗎，要請阿羅 Sir， 知唔知道？入咗幾耐啊 ？OK， 其實哎呀，你好耐㗎喎。一集開始都做咗30集啦。係啊，差唔多。排30集添喎，真係。排到30幾集差唔多。係啦，所以特登點解今日要請到羅 Sir 嚟咧？因為已經排咗30集啦。冇錯。啊，各位 fans 多啲留言啊 ，like 啊，俾心心啊，好高興啊，今日請到啊。資深青訓教練啊，羅 Sir 羅國豪上嚟我哋傾偈嘅，打個招呼介紹下。係啦，本身而家係李文青訓其中一個教練啦。咁其實教咗波都有2002年開始教，咁我諗而家都有成18、19年㗎啦。咁主要嘅工作都係培訓青訓啦，培訓一啲足球員出嚟啦，點樣去教育佢哋啦，主要都係呢啲原則啦，即係永遠都冇變過噶啦。其實好開心嘅，即係我成日都講，我哋未請到好多好大粒嘅前輩，未敢住啊。但係請親都係差唔多老友同輩嘅，大家都係差唔多時間出道嘅，即係最前輩都係閃噶啦。哦，前輩嚟嘅應該係咪啊？有前輩咪啦，你唔好扮嘢喎你。年紀係前輩，爭幾年啫，爭幾年啫。入行啊嘛，大過我就叫前輩啦。你入行耐啲啊嘛，你七幾嗰啲。七幾幾啊？係出世，係出世我都出世。睇樣咧就可能我大啲，點會啊？傻啊！你嘅輩份咧，年紀咧就佢大啲，應該咁講。有人做嘢工作辛苦啲，你就輕鬆啲，你輕鬆。你而家辛苦啦，你而家身兼咁多職。真係好開心啊！聽到阿羅 Sir 喺2002年開始教波，2002年都係我開始接觸，即係叫做呢個足球圈開始啦，即係跟住慢慢。踢波啊，試下踢波啊，教波啊咁樣。唔係嚇你啊，其實唔係，係2002年先開始做教波咋。但係如果講帶隊啊，我諗再做多5、6年啦。因為我之前係帶隊波叫國強嘅，咁嗰隊波由丙組打到乙組，其實嗰陣時要做係點樣去學習，去營運一隊足球隊啦，甚至乎去點樣 manage 一隊波啦。但未正式教波。未啊，其實嗰陣時都唔識，你連可能難聽啲咁講，你擺只飛碟都唔識。咁但係好得意喎，去到某一個階段，咁啊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咁啊足總就話：喂，嚟緊所有帶隊嗰啲人都要考個教練牌喎，咁你就去考翻個教練牌先啦。咁其實嗰陣時都有諗嘅，你適唔適合做教練咧？唔係個啱噶嘛。咁我就問咗我師傅嘅阿劉以芬，就話：喂，其實阿豪你可以去試啊，即係你嗰個外形啊，或者甚至乎嗰個。talent 都是可以去接觸呢一行嘅。我 Even 係你師傅定？係啊，師傅。其實我踢波第一個師傅就係佢啦，就係佢。嗱，我哋每次都會講嘅。喂，除咗你話你即係有隊國強嘅組織啦，跟住就學教波，你點入即係足球圈？或者你以前係咪都係踢波嘅咧？有冇？其實嗱，好得意嘅，我細個都係踢地區嘅。咁後屘踢咗一段時間啦，咁。去到踢完之後就踢，其實踢咗唔好耐咯，踢個預備組，咁我踢咗半季，咁始終自己啲波係咁上下啦，咁啊都係放棄咗踢波啦。冇啊，我哋嗰後屘只可以喺側邊睇下閃踢波咯，即係黃國祥啊，佢前輩嚟嘅都係，即係你係邊個江仔啊？你講咩講仔先？楊靖咯。唔係啊，佢我係後屘係跟佢哋識咗佢哋先學踢波咋。係咩？係啊，即係知咩叫真正嘅足球。其實我再早啲嘅，因為我再早啲嘅時候就係去
阿 Team 啦，即係鄧錦 Team 啦。好早咯，嗰啲。係啊，係啊。好大年紀咯。好耐啊！咁我去到咧，佢以為我嚟選青年軍，其實我超咗零嘅。佢跟住臨問我嘅時候，喂，你好似超咗零喎。咁你諗住點啊？我咁你有冇地方可以容納我啊？佢話：咁你不如踢預備組啦。咁我梗係好啦。係啊，升到啦，冇錯啊。係啊，升到啦，冇錯。咁啊，後屘其實都冇乜機會踢嘅。啲人太勁。喂，升到嗰時預備組係邊個啊？嗱，踢嗰陣時我記得有張耀聰有未咧？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再後啲啊。嗰陣時係有阿強啦，守門員嗰個阿強啦。但我練波咧好得意嘅，我又同阿細用佢哋練嘅。跟青年軍練嘅，我使用埋青年軍，跟青年軍阿區啊嗰啲，大頭文咁樣。其實我唔係好記得啲，但係只係踢好耐，唔係其實都唔係踢好耐，踢咗半季咯，都冇乜機會出場噶啦，即係自在楞下咁咯，即係自己始終都唔係嗰個水平啊嘛。咁後屘就完咗之後就要做嘢啦，咪走去做一段時間嘅嘢，咁然後就真正去投身喺足球行業嗰邊。即係開始考教練牌啦，係啦。咁最初第一個考完教練牌，第一個接觸嘅即係足球單位係咩？其實我一落就係落九龍西嘅，以前嘅麥當勞咯。咁落咗九龍西教咗，其實都唔係教咗好耐好耐嗰啲麥當勞，教咗兩三年，跟住就去咗考完個 C 牌。咁啊收到一個導師嘅電話，喂阿羅哥，你有冇興趣去教黃大仙啊？咁真正去黃大仙嘅時候就真係。踏入去認真去投身呢個行業。你係上咩牌啊 ？Youth leader，Youth leader， 跟住就 D 拉神，跟住 C 拉神，都係又係即係話，即係一步一步咯，一步一步咯，咁樣喎。咁所以其實最開始都係由地區教練開始咯。其實最開頭咧，即係可能最舊代咧，頭先啱啱阿羅 Sir 講就係話有九龍西啦，即係分開係九龍西，可能九龍以前得八區啫嘛，八區咩新界東、新界南，係啦，咁我就香港南定香港東，我唔係好記得啦。係類似啲咁嘅，跟住之後咧，慢慢進展到呢十八區，即係我想黃大仙啊、九龍城啊，係啦，即係類似咁情況嘅，即係嗰個冇錯。跟住去教區隊啦，黃大仙。係啊，黃大仙就教咗一年啦。跟住就去咗灣仔啦，去灣仔又教咗兩年啦。咁然後一個機緣巧合就認識到李快烈先生啦。咁我就已經就由當時就已經轉咗去流浪啦。咁開始就踏入真係青訓嘅階段啦。咁由零開始去建立咯。咁慢慢去學習啊。邊個年份啊？大約係應該係2006，應該係2008年。零八到零八年左右，由 Cova 之後就轉流浪啦。因為其實嗰陣時係。Cova 同流浪有一個合作嘅，咁啊邝 Sir 就帶咗我過去流浪，咁啊開始去做青年軍。即係你做區隊嘅時候，黃大仙、灣仔，跟住同一時間亦都有個 Cova 足球校。冇錯。Cova 我大家介紹下，未必可能而家個識，而家都未算，即係可能都叫做好多年前比較出名嘅科化足球校。係啦，即係科化。係啦，科化足球校。咁啊，當年都即係小本，即係小外國品牌入嚟香港嘅時候，佢都叫最初嗰陣。是帶一些新穎的足球，那時候很記得的，我也有上過他的一些簡單的 course， 就是寫足球金字塔。是啊，是啊，是啊，就是這件事是最底層要做多一些，跟著這件事是最尖、最頂、是最難做，是吧？最 quality 的，這樣，就是他帶了這個邏輯回來，是吧？當時都即叫做出名的，在香港。他還有有我第一次接觸咯，佢俾教案你去教嘅一間足球學校，其實真係專業嘅，即係你會真正佢呢個時候你要教啲乜嘢啦，跟住你進展要做啲乜嘢。咁同埋嗰陣時其實都開心嘅，定期阿邝 Sir 都有擺一啲外籍嘅教練嚟去seminar 去 review 我哋嘅，咁其實嗰段時間都開心嘅。咁去到某個階段，我覺得係時候要去進展一啲嘢啦，咁我就去咗流浪，再學多啲嘢，係啦，流浪，係啦，真正去流浪啦。咁去流浪嘅時候就係要。由青訓開始做啦，去學習點樣去管理啦，學習點樣去選拔啦，甚至乎要做埋裏邊內部嘅嘢啦，即係註冊啊，點樣去 manage 一隊波啊。講真，李生係俾咗好多機會我嘅，咁所以到而家我都係要多謝佢。即係坦白講，冇流浪就真係冇人識我羅國豪，呢個真實嘅。喂，但係嗰時流浪咧，佢叫你過去嗰時做咧，其實係即係乜都冇，即係淨係可能即係好之前你係 Cova 就話你過嚟做教練，我俾曬嘢你要去教啦咁樣。但係個流浪係咪佢乜都冇，
咁你要一個人去全建立噶喎自己，慢慢所有嘢都係你去一個人搞掂曬啊？定係其實我唔係，都有一個人可能街住你，或者可能有啲嘢制度俾你，要去跟住做。街住我咁咪李輝立咯，就係菲烈咯，即係佢真係要教，佢要指導我嘅。即係有啲嘢啊，佢成日都話阿豪有啲嘢你做得唔係咁好喎，咁你要聽咯，一定要聽。啊，一定要聽。吸收咗意見先。咁但係話你話我過流浪嘅時候係咪乜嘢都冇咧？我有球員咯。其實球隊最緊要球員，咁我有嗰陣時，我諗我有一班啱啱要過去踢 U15 嘅，咁就啱啱好偷偷含就過去，啱啱要踢嗰個曼聯超級杯啦。咁嗰陣時得一支梯隊啫嘛。哦，即係嗰陣時流浪係冇梯隊嘅。有一支係 U15， 另外一支就係 U18。U18 嗰支梯隊就係當年係翟霆鋒啊，梁興傑啊，陳少遠啊。啊，曾文輝啊，即係嗰啲而家全部都是獨當一面的球員嚟嘅。嗰陣時就呢兩個歲數咯。但係嗰陣時係邊個教咧？嗰陣時 U18 U18 我記得好像是阿肥康教嘅，同埋總教練都是李輝立嘅。同埋嗰陣時係佢好緊要㗎，佢真係好緊要。同埋嗰陣時冇咁多，唔係淨係 U18 嘅，仲有啊其他嗰兩隊都係佢。係啊，但係嗰陣時冇咁多級別嘅，嗰陣時係得可能即係得兩個級別，三個級別啦，叫做跟住慢慢喺度進展，而家先至係差唔多每個年紀一個梯隊咁樣啦。冇錯，即係嗰陣時。開始，同埋我成日都嗰陣時咧，即係大家都係經歷嗰陣時嘅青訓咧，嗰陣時幾好嘅啦。巴塞足球開始成立，跟住冇幾耐，車路士足球又成立，亞洲足球又成立，跟住又2009年東亞運攞冠軍之後，有鳳凰計劃抌咗資源落香港隊，所以變咗大家都經歷咗好多係一啲譬如啊超級杯啊，真係可以贏咗嗰隊飛去踢亞洲打啊，亞太區啊，打大中華賽、大中華賽啊咁啊嘛，即係呢個都係阿羅 Sir 喺流浪即係經歷。經歷的嘢係啊，即係尤其是超級杯啦，即係去 scouting 一隊波啦，去組織佢哋啦。咁其實大家都有個目標嘅，咁目標就係希望攞冠軍。攞完冠軍之後，就希望可以代表香港上大學打啦。其實對於小朋友個嚟緊個將來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點解其實以前除咗香港隊有機會出外之外，其實好多小朋友都冇乜機會係代表香港出去比賽。啊，有一個曼聯超級杯。大家都是一個目標嚟嘅，喺 U15 嗰個年歲的時候做一次咯，即係理想嚟嘅。啊，我係好好彩咁，當其時我 scout 到一班好嘅球員啦，咁然後就攞到個冠軍。其實我第一次上上海打呢個比賽，得到嘅評語都好高，因為佢哋覺得我哋香港嘅球員真係唔差喎，個能力都好強喎。所以跟他們的距離不會差得很遠，甚至乎我們都擊敗過他們，即例如上海啦。我知道你應該不是上過飛過一次的，是嗎？好彩啦，其實連續三年我們都攞到冠軍，都是同一班人。由哪一年開始？由2011年開始，2011年啦，2012年啦，2013年啦，2013年就去山東。山東就是山東魯能很厲害，山東魯能很厲害。當年其實當年傑志就攞第二。第三年我講傑志攞第二，咁我覺得傑志都打得好好。雖然我哋喺香港係射手二碼贏咗佢，但係當年個水平冇錯啦，係啦。我哋臨完場博到個十二碼，咁後屘喺個十二碼決定勝負嘅時候，我哋攞咗冠軍咯。但係去到山東，其實我哋覺得傑志都打得好好。其實就只係爭一步，就已經可以代表中國去打個賽區啦。兩名都可以去，冇錯。跟住傑志係十二碼輸啊！其實由2011年開始咧，都係兩隊開始去啦。即係佢由2011年就轉制嘅，咁咪2010年咧就係一隊去。一隊去。咁當年應該係港會。港會。港會去，跟住之後就3年都係我哋流浪去啦。咁呢個經歷對於我嚟講係喺我足球生涯裏邊係真係一個好好嘅回憶。都係啊！嗰陣時即係。即又有呢啲咁嘅平台啦，而家都冇呢啲咁嘅咩超級杯啊，飛去邊度踢嘅，跟住又有一班即叫做幾好嘅仔俾你去 scout， 嗰陣時佢哋有好多係楞住香港隊啊。我覺得以前好癲㗎，佢哋癲到我話捉佢去練體能，我話跑沙灘，因為我跟有陣時我係喺流浪嘅時候做助教，跟阿炳哥去炳哥係啊，炳哥學下啲體能嘅練法啦。咁我覺得行得通㗎喎，我話跑沙灘行得通。我哋真係好癲嘅，即係一個禮拜跑兩次沙灘，佢哋真係好似
著魔咁啊，好似為咗個目標，我哋今次一定要點樣，今次希望打成點樣，大家去行咯。但係未去即係未代表香港出去之前，定係已經踢之前啊？係啊，未出線之前，或者我哋三月四月中打過比賽，其實一月已經開始準備。但係已經知道自己飛過去之前未，之前要攞冠軍先得。哦，喺香港賽區啊，係啊，係啊，因為個賽制係兩日裏邊。你要打成八九場比賽，咁個體能狀況要好好。咁你第一 round 贏咗，唔代表你第二日你贏到。所以班小朋友係我好 appreciate 佢哋嘅，即係好全程投入。又咁講，喂，嗰幾年嘅人有冇而家喺球圈度踢緊港超嘅？有邊幾個咧？成日都講徐雲傑啦，徐雲傑啦，鄭少坤啦，鄭少坤啦。播磨浩謙啦，即係 Tiger 都係啦。依家冇相睇。劉永生啦，劉永生啦，劉永生而家仲喺李文啦。有啲我認得啦，即係佢未必係而家港超，但係其實佢羅浩然啦，進鋒羅浩然啦。咁其他有多球員都有一個更好嘅發展啦。有啲真係讀緊大學啦，因為何籍咁而家啱啱翻嚟香港啦。咁其實我覺得做足球員，我喺我教練嗰個角度去睇。我教波未必好叻，但你必須要點樣去教佢哋去做人咯，唔好行錯一步，行錯一步未必翻到轉頭。我哋做教練就係必須要提醒佢哋，一步一步一步去建立佢將來嘅事業咯。如果有資質嘅球員，喺我嘅角度係必須慢慢培訓佢哋，唔好令到佢哋走歪咗條路咯。咁呢個我係我一直以嚟嘅宗旨嚟。同埋我想問咧，你其實你點樣去 scouting 一班嘅球員咧？即係點解咁犀利可以揾到一班咁好？嗱，即係唔好話，即係我自己都教咗一段時間啦，教波。其實我揾球員咧，即係比較困難。即係可能本身一開頭就跟你嗰班，即係跟住你啦，玩可能玩下波啊，咁先至慢慢可能即係啲資質唔係咁好，就慢慢係學到真係識得踢下波，而繼而繼續上去。咁但係當然呢啲嘅球員嘅能力嚟講，大家都明白噶啦。我就想知道點樣，你點樣可以一嚟哇，可以勾連一班真係啲精英，其實都要坦白講啦，流浪嘅歷史啦，都係講歷史。咁流浪一直以嚟都係重視個青訓嘅，即有可能佢哋本身上嚟流浪嘅時候就係話，我第一步係希望可以第一踢職業，攞到一個機會。好，第二啦，咁另外你都知道朋友同朋友之間嘅 network， 你踢啊，我都踢咯。你踢啊！我都踢啦，咁不如一起去試下啦。因為每一年流浪都會有去選拔嘅，咁我哋喺裏面咪選一啲精英出嚟。但係算好彩咯，都係自從攞咗第一年冠軍，有可能個名氣又多咗少少啦。咁佢哋咪所以會嚟咗我哋嗰度咯。都係要擺時間咯。嗱，我又即係覺得攞誰客氣，即係始終即係我知道攞誰喺流浪幾多年啊？十二年。即係最近攞 Sir 呢幾年就轉咗去即係另一邊啦，就係李文足球會啦，另一間好有心嘅本地球會做啦。我唔係話踩啊，即係流浪而家見到係冇嗰陣時咁犀利。即係你話哦，除咗流浪個名係嘛，佢真係好多培育咗好多出名球員，君怡啊、偉豪啊，你好多出嚟之外，咁你點去聆聽咧？係嘛嗰段時間去維持啊，借呢、這個借流浪個名再吸引啲僆仔嚟 scouting， 跟住再去大家喂。要令到個 spirit 一齊爭呢樣嘢，咁嗰度唔容易去維繫嘅。咁佢話而家攞 Sir 過咗去流浪呢段真空期，都係叫做我覺得嚇係淡咗少少嘅比以前。咁亦都要有一個真係要有一個好有心有魄力嘅教練，又去點樣呢？因為始終流浪即係你自己教十幾年都有個感情啦，係咪？始終佢係有佢嘅一個影響力啊喺球圈裡面噶嘛。咁變咗係你嘅付出即係。我想不少的是 我都同意的，即一定是即羅 Sir 一定是 很用心去做的，也是一班人出來。但剛才說的一件事，其實即流浪除了羅 Sir 去做這個青訓之外，其實之前各方面的情況，他的青訓其實是很好的，是不是的？我不知道，因為其實他我只不過我覺得流浪其實是一個平台，是一個超聯的平台，他是吸納到一些是給你班後生的班可能去不到其他大會啦，嗰啲俾機會你就俾機會擺過嚟呢邊咧，就去踢啦咁樣。咁但係佢喺下邊做青訓，即係可能喺培育十二歲至到十八歲留下嗰個期間，嗰堆人咧，
其實可能落嗰時未必會撥到資源去落去做呢樣嘢，即係可能攞 Sir 嗰時去到就係做呢個工作啦。限米煮限飯咧，就可能出到啦，鄭少君啦，文泰格啦，啊咁仲頭先啱啱講嘅徐傑啦，等等啲人。但係之前其實可能你話坤兒啊、嘉偉、偉豪，其實係咪喺流浪踢青年軍出嚟咧？其實佢唔係喎，其實喺體院出嚟喎。係啦，咁所以你可以講話流浪係一個青訓嘅平台，係俾佢去踢到最高水平嘅階級。但係如果你話係培訓青年球員嗰一 part 嚟講咧，其實可能流浪就未必可能做到。咁可能嚟緊即係可能攞上之後啦，或者而家或者可能之前啦，係開始慢慢係做到啦。因為攞Sir喺度嘛，咁變相可能佢就温緊而家呢一樣嘢，咁變相哦係啦，開始慢慢真係流浪就出咗啲人出嚟啦。咁其實我覺得流浪係需要係開始要去行呢一步咯，因為始終佢名就話俾聽，哦佢係青訓嘅個階級呢個最頂級嘅球員就喺流浪出嚟啦咁樣。咁但係佢之前其實可能好少缺乏咗呢樣嘢，咁但係而家可能攞Sir入咗去之後咧，就慢慢開始有人出嚟。咁我希望其實流浪而家唔知佢個制度係點樣啦，係咪真係會咁做啦？咁如果係嘅話咧，我覺得流浪係好有個潛能咧。先有冇睇過流浪啊？我係睇過流浪嘅。算唔算出身咧？即係最初可以係叫流浪出身嘅，係嘛？係，我都係流浪出身。睇完之後就我係體院係啦。咁我體院即係佢踢完之後咧，咁我第一年個球員就唔係流浪嘅。咁嗰時候我去咗517。咁517之後嗰年降班啦，咁跟住就第二年我就入咗流浪。咁跟住之後就所以聽得出你好想流浪，即係繼續建立翻一個好嘅平台。我覺得好曬，因為流浪啊、莫山啦，其實咁其實好都抌資源嘅，係去抌資源落去個青訓裏邊嘅，特別係青訓。俾好多機會。青訓嗰邊係咪真係會出到人咧？我成日都係覺得一隊個資源個調配好緊要嘅。即係坦白講，限米煮限飯。我當年喺流浪，我都有人工嘅。咁只係話人工係咪理所如願咧？咁一定唔係啦。咁有陣時真係要靠自己去 arrange 成班波咯。即係話你對 scouting 嘅時候，你要俾啲咩啲球員咧？制服啦，咁你話阿菲利同莫山都有支持嘅，咁但係嘅時候咧有啲困難，但係有個好嘅地方就係話菲利都會 support 你啲場地咯，即係話諗盡方法，阿豪你唔夠場地，我同你去申請，希望俾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去練波點樣，咁呢樣嘢其實流浪都做得到嘅，咁只係話其實而家個制度已經變咗啦，即係唔係以前咁以前是負責兩支隊的嘛，一個15歲，一個18歲。你看現在由12歲開始，去到18歲。那變了個控制個budget的時候，其實很困難。究竟又有取捨了。沒錯。我一隊緊要一點，還是你下面緊要一點呢？那這件事，我就覺得我們李文就做得很好了。即是說，雖然老闆扔了很多budget下去，其實我們今年李文都有差不多有八九支梯隊，是每一個歲數都有，還要老闆是無限量去支持的。所以有資金之餘，你必須要用得其所，行得更好，咁你先至可以回報翻俾老闆咯。即係話，其實所有嘢都係要用金錢去堆砌咯。你有咗金錢之後，你點樣去行好成件事？所以我覺得李文係完全非常係有心搞足球，冇錯，即係完全有心搞足球呢件事，即係想足球事業成件事情成嚿嘢係蓬勃嘅。咁所以我到而家黑上次咪話李文話嗰場波咪即係小風波啦，我幾驚佢突然間一間老細即係燥咗唔搞咁啊！真係我覺得係好嘥咗呢個老細咯。係啊，講下喂，你搞十二年流浪，做咩會轉咗係李文呢？其實都是聽Philip 講啦，即係話李文是有心搞的，咁其實當其時就叫咗平哥啦，阿象啦，咁另外我啦，咁就過咗去李文去建立咯。咁其實都是Philip叫，即係都要多謝佢咯。即係如果冇佢，我就唔會喺李文咯。咁都係因為佢知道呢個老闆係真心去建立嘅，甚至乎係建立更好嘅。咁所以我就有職責要過去做呢樣嘢咯。係咁有時李 Sir 有時真係都好即係好。佢好睇我哋嘅，呢個真實嘅。啲後生仔其實佢都好用心去點樣去，即係佢可能唔係話喺金錢上邊幫到你，但係可能喺道路上邊可以點樣去拱你。真實嘅，即係你冇咗流浪。你未必會行得到，即係因為佢真係俾機會你嘛，空間亦都好大，即係你可以去發揮嘅，但係一定要係發揮啲正面嘢啦，係咪？你利用咗個 branding， 咁點樣去做嗰件事啊？咁當其時其實我都好彩啦，即係喺個 scout 裏邊 ，scouting 裏邊已經攞到我
我嘅球員，咁甚至乎嗰幾年都攞到好好成績啦。咁可能喺嗰段時間又俾多人認識啦。咁同埋喺個訓練裏面亦都跟到一啲唔同嘅師傅啦。其實好好嘅，即係以一個又唔係話紅褲子出身，又唔係特別叻嘅教練，去跟到咁多教練去學習咧，其實係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咯。所以我覺得係有之前你先有而家咯。嗱，喂，講李文之前啦，係嘛？我哋又睇下有冇啲。你的 fans 啊嚇，唉講啊講咁多啊，偶像啊，升級教練啊，睇下有冇打下招呼，喂，成聲多幾句嚟啦，你心心眼啊嗱啊啊，話呢個咩 ？Lamascoso 係啦，啊升級教練啊 ，OK 中村俊輔 ，OK 呢個係嗰啲球證朋友啦，你哋都係中意成日玩我噶啦。Alan Yu 勁勁勁，係啦，有啲咩問題可以問下羅 Sir 嚇，以前喺流浪又好，或者而家李文又好，或者點睇香港足球啊嗰啲經歷又好嚇，有啲咩印象深嘅好。啊喂，李文頭先講咗啦，即係老闆即係好有心啦，即係我欣賞一樣就係咧，有好多老闆投資足球，可能佢淨係為咗佢自己嘅。一個滿足感，啊！我嚟一隊贏波咪得咯。可能佢未必好重視成個球會嘅架構，但你覺得李文唔係嘅，佢一隊佢擺心機，係咪擺資源？青訓一樣係擺，甚至係個比例唔會少添。即係喺我哋香港搞咁耐青訓，大家自己做咁耐樣，哇！佢就好心，即係我唔係特登去比較啊，真係可以叫做差唔多嘅咧，就係當年太陽。太陽又係好用心搞青訓，好多而家踢緊係啊港超嘅球員，其實當年喺太陽係幫佢哋，不論係佢即係唔係話有時抌錢俾你，係個心啊，即係你抌錢之餘，你睇到佢嗰啲錢係用喺心思上嘅，係咪喺配合配套上嘅，係咪呢個都係真係值得一讚嘅，即係都阿羅 Sir 介紹下你。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其實我係今年啦，我係自己深深感受到。什叫真正的專業、我們請多了一個、青訓的總監、即或者叫做、校長、他是外國人來的、他在介紹一下他、他叫 Matt Holland、其實我在身上真的學到很多東西、甚至乎、我覺得自己很渺小、是非常渺小原來世界是這麼大的、他學習到什麼怎樣第一這個時候你的訓練要做什麼、不可以做啲乜嘢，每一個細節佢都要話俾你聽。今日係需要做乜，下一次你要做乜嘢，跟住比賽之後要做啲乜嘢。咁開頭我都會覺得好吃力嘅。點解？因為我都係 local 教練，又或者英文又唔係太叻啦。咁要聽好多嘢嘅時候，都會有好多疑惑嘅。咁疑惑係乜嘢咧？係咪一定要認同咧？係咪一定要 work 咧？咁但係唔係喎，原來。他教給我們的東西其實是 work 的、所有的訓練的原則是必須要跟每一個步驟去做的、所以現在令到整個李文的青訓是有一個歸一的系統、即是以前、有人之前兩三年啦未有一個很歸一的系統、變相有些、訓練方法是有少少混亂的、即是有可能、不要介意溫 Sir 有一個打法、我羅國豪有一個打法阿冼 Sir 你有一個打法，但係而家唔係，我哋將個所有打法就歸一咗佢。另外第二樣嘢就個訓練方法都要歸一。仲有好多嘢都 open 咗咯，即係話你要吸收佢啲知識啊嘛。即係正所謂我唔係成日話我哋香港教練唔得，我哋教練係得，只係話去 open mind， 聽多啲人啲嘢。唔明白再問多啲。同埋我覺得深入啲好緊要，即係佢組織性好緊要。以前我好簡單啫，我去到球場，我唔會 set 球場先嘅，我會搞掂啲球員先。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阿羅 Sir 希望你哋可以45分鐘前到球場，去到 set 好個球場，準備訓練，OK， 每一個步驟做好佢，甚至乎一個細節，小嘅守門員即係龍門啦，大嘅龍門啦。你砰砰聲搞掂曬佢，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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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咯。咁所以而家其實成個青訓個流程很好噶。咁坦白講，請一個咁嘅教練翻嚟，你估要幾多錢啊？我唔知啦。咁我基本我諗大家心中有數啦，係咪？咁你話我哋個老闆阿李生係咪真係肯投放資源落去之餘，其實佢係為緊香港足球咯？冇錯，即係唔係淨係為李文嘅。
佢哋培養我哋出嚟，其實都希望大家進步。即係呢個係真心係好有心嘅，呢個真嘅。喂，郭 Sir 玩嘢喎，阿郭家樂，羅總監桃李滿門，年青球員你最中意邊位？邊個又最可惜？可惜那個大家都知道誰啦，你都曾經給過機會他，你有沒有教過他？他跟我出來，成跟他出來，你不知道，我不開心的，即是由小到大，即是沒開名啦，即是很自滿，我怎樣去 sky 他？曾經是說香港隊前鋒接班人，即是咪後再說，咪後再說，即是說好可惜，有留意足球消息嘅，其實都應該知道。哦，即係最近有啲負面嘢嘅，兩三個。有兩個係啦，咁啊早啲一個啦，早啲一個。早啲一個得，早啲一個。即係好可惜嘅，我覺得係可惜嘅。由佢，即係屋企有啲嘢甩咗咁樣，要翻佢嗰啲。係啊，即係低温。近呢個都唔好啦，近呢個都真係嘥咗啦。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可惜啦。即係其實唔好講香港啦，其實佢人生嚟講，我都覺得係可惜咯。不論前鋒球員，不論技術型球員，其實香港都係好難得有。好難得。係係。只係話有可能有些時候想不通，同埋我哋話齋，即係心態最緊要，即係你唔係話即係香港係最難。郭家樂，我都要多謝你啦，係咪？有陣時啲英文太深，我都要揾你，真實㗎，我真係揾佢。喂，家樂，呢啲係咩嚟㗎？全靠佢啊！開頭嘅時候，冇，即係大家我同佢其實都好多溝通嘅。即係雖然大家唔同球隊、唔同球會，即係我覺得其實教練同教練之間，佢係一個好好嘅分享啊。同埋佢肯溝通嘅，同埋佢係一個好嘅聆聽者嚟嘅。即係有啲嘢係一個佢係真正偶像啦，我哋嘅係咪先？真係勁嘅，我都成日都話佢真係。喂，我就想講一講下阿郭 Sir。喂，你有冇諗住學習目標？你做咗咁多年流浪嘅李文，都係做青訓為主。咁我知道你中間都做過一隊。嘅一啲崗位啦，即係自己有冇喂諗下呢方面？有一下曾經咧都會諗下嘅，但係我成日都係覺得，當知己要知自己個責任喺邊度先。即係我覺得我而家我嘅責任都係要做好個青訓佢。即係我要幫，唔好講咁偉大啦，要幫自己球會去建立一啲年青球員。升到上一隊，呢個係我而家好緊要嘅任務。假設有一隊球隊邀請我去做一隊教練，我諗我而家都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到，或者三四年後啦。助教咧，嗱舉例，其實助教都做過啦。上次我哋問阿文俊咁樣，即係而家文俊叫做足球嗰邊少咗啦，可能工作多啲。我哋想問佢一個困難問題，如果而家有隊波揾一隊揾助教，諗唔諗啊？咁樣。都是不會住的，因為助教做過啦，其實在流浪都做了成八九年助教，很厲害啊，好耐一堆助教咁耐㗎，好耐。OK， 即其實是又是講流浪啦，流浪真的很開心㗎。Philip 放低了一些嘢俾我去處理，而我又可以做得到的時候，其實有啲滿足感嘅。淨係好像每一年嗰個我哋去集訓啦，幫佢 arrange 啲球隊啦 ，arrange 啲球員啦，其實。由一個零開始的人去學習，到而家所有嘢都認識的，其實佢都好緊要。所以其實喺俾機會你，係啊，真係好難嘅。跟住將呢嚿嘢我搬咗去利民，咁錢啊少啲咁係嘛？係啊，即係冇有講啦。機會又發揮係啊，其實機會大過金錢。從來都係㗎，球員都係㗎。你唔好同我計較，我而家俾個機會。喂，唔係真係先，嗱，聽先。啊，唔係你講得冇錯。即係其實我覺得流浪個平台其實一件即都是一個叫球員的棲身所嘅，真係，你真的有咩困難，他真的會幫你。冇錯，當然你有明白，你流浪不嬲佢嗰個嘅資源所限啦，資源所限啦，即係大家都明嘅。佢成日有一句啊嘛，有情有義啊嘛，呢句佢成日掛喺嘴邊㗎啦，我對你有情有義啊，係咪？佢成日都係咁講。咁但係你要回饋翻俾佢啦。冇錯啦，即係始終佢都俾咗機會你嘅呢個，冇錯，係完全係事實。即係好似你講啦，而家全部嘅人，譬如君怡而家同埋阿嘉偉，嘉偉都翻去啦，又翻去幫佢。咁其實佢真係好願意，而家咁嘅環境市道，喂。真係難㗎，係嘛？真係温暖嘅家，係啊，冇錯，即係俾一件好事嘅，即係都係叫愛回家咯，大家定位，定位嗰句啦，你自己咪嚇，你知道環境啦嚇，咁咪係啦，大家定位唔同，即係每個球圈都有唔同嘅定位嘅球隊，所以而家個方向。都是一心要搞好李文，難得李文有個青訓，老闆咁厚咁肯俾資源，亦都有咁好嘅平台，係咪？身邊班教練都 support 嘅，即係其實大家我成日都係講齊上齊落，大家有啲乜嘢，我哋大家去做好佢，先有一個好嘅團隊，
先可以建立一套好的青訓，即我覺得我哋而家理民其實可以嘅，即每一樣嘢都係進步緊，即都係辛苦曬各位兄弟啦。即我成日都係講，冇我哋呢班團隊，甚至乎未必有而家咯。即 OK 嘅 ，OK。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啊，即有心做青訓嘅真係好多，真係嘅，即不能抌資源啊，零資源都做到啦，係咪？退咗休幾勁啊！唔係，我自己揾資源有試過，係咪啊？真實嘅，有啲老闆肯抌資源，你幫佢建立又有，即我自己咁講啊。題外話，最近我覺得東方都擺心機咗好多，真係要讚東方都好，你會見到㗎。Facebook 其實我覺得啦，訓練友誼賽係要百花齊放啊，同埋良性競爭，或者良嗰啲叫咩啊？良性循環啊！咦，你喂李文大狗，喂我哋都唔好係啊，我哋都整翻執爭靚啲啦。咁當然啦，一雞死一雞明，有啲又淡化咗咁樣嘅。咁但係做一啲年輕球員小朋友，佢哋幸福嘅啊，呢度唔夠，我哋又攞上喎，佢又搞翻咩喎？東方有咩咗喎？咁其實最緊要。講到尾，啲小朋友有機會有平台，一個好嘅平台去踢波，咁啊，真係開心嘅，真係見到開心。同埋我覺得其實而家足總其實一件好處，好一件事就係要逼你啲超聯球隊咧，要搞青年隊。即其實我覺得你逼到出嚟嘅話咧，其實你即做得好嘅，其實真係百花齊放。咁但係當然啦，咁係咪真係去用心咧？嗰個會咧，咁另計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李文搞得咁好，東方龍獅即刻搞啦，又搞得咁好，都唔係啊，不嬲都有搞嘅，即係更好嘅。而家更好啦，即係見到嗰個完善度啊，你見到 Facebook 嗰啲即梯隊安排啲嘢啊，係啊，你睇得到嘅。你見到係哇！真係又唔同咗喎，進步咗喎，咁樣跟住你話傑志不嬲都做得好啦，咁你變相其實遠不嬲都係車路士足球後去再上有個階梯喺度嘅，又做得好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加埋其他可能南區不嬲都有嘅，咁你可能爭在飛馬啦，咁仲有流浪啦，進鋒啦，而家進鋒都幾好啊，都有去搞，有心人啦，係啦，即如果一定要全部幾隊梯隊，即幾個超聯球隊真係有用心去搞咧，其實我覺得係唔會冇人。其實我好期待而家嚟緊嗰個叫做。做超級青年聯係青超啦，超級青年聯賽㗎，即係今年係第一年啊嘛。第一年㗎，咁希望喺個比賽裏邊，大家俾心機啲踢咯。啊，強度高啲啦，係咪？所有嘢完善啲啦，同埋真係可以學你話齋，喂，捧到一啲可以接班嘅人上去。其實有啲可惜嘅，有段時間香港嗰個斷層都好犀利。係啊，頭先我同你喺鏡頭後邊講啦，係咪？即係好多球員其實走咗，即係佢哋冇留喺香港球隊。呢個都係我哋所謂教練。有時好唔踢住啫，唔係走咗。即係啦，可能去讀書啦，係啦，去讀書啦，即係翻到嚟有啲翻嚟咁後生，係有啲翻到嚟再踢翻嘅。你見到有啲咪嚟踢翻嘅，咁但係都唔希望唔係嗰樣嘢咯，唔可以望流失啦。即係始終我哋有時做教練係困難嘅，就係咩咧？哇，好似要哎佢踢咁。冇錯。但係我哋又唔可以做呢樣嘢噶嘛，係咪先？喂，點樣軟硬兼施吸引佢踢，而唔係哎佢踢？如果唔係唔矜貴嗰樣嘢，即係你哎佢踢佢嚇。等下先啦，咁樣又冇意思。即係你要佢有個競爭嘅心，就我要建立一個平台出嚟啦。係啊，冇錯，真係好好。即係所以錢啦，有心人啦，教練啦，其實全部都係拎up曬一齊㗎，係嘛？教練個培訓好緊要，係啊，提升個教練，教練培訓。即係香港係要點樣去提升大家？突破呢個關跨跨，即係其實好多教練知識唔錯嘅，點運用出嚟啊？點俾到啲僆仔啊？咁即係你見到頭先你話你哋個新嘅青訓總監啊？我叫佢阿鬼佬，阿鬼佬真係勁㗎！係唔好咁講佢，係講翻佢名嗰啲。阿咩真係好勁，我話俾你聽，十月佢嚟香港，而家係三月，佢已經建立咗利民嘅 system。佢每一日，我真係比唔上。佢由朝頭早七點幾翻工，日日如是翻寫字樓去做 report， 去做教案俾大家。坦白講，我自己真係做唔到啦。咁但係佢真係好努力去建立咯。即係所以就係話。點解我哋利民都可以做到？其實全世界都得。即係只係話大家點樣去再做好啲咯。嗱，有個嗱贊嗰啲，我唔好再嗰啲，唔好理佢哋啦。都要講下嘅，有啲好靚仔啊，阿羅 Sir 好有型啊，嗰啲即係都要繼續㗎嚇。咁好正常嘅。係啦，例如因為你喺度啊嘛。羨慕嘅。其實係想打閃 Sir 嘅。點樣先可以好似羅 Sir 咁有型？係啦，呢啲就呢啲唔好理佢啦。好啦，呢個真係認真嘅。呢個擺明係抽水啦，呢個喺度。Dicky Tang。係啦，有咩意見或經驗分享俾一班較年輕嘅教練啊？呢個就即係請教。第一樣嘢，我只係覺得要 open mind， 一定要聽人意見。第二，要敢去問問題。即係唔好覺得有陣時我撞到温 Sir， 都係唔問啊。即係有問題啊，見到冼 Sir，
都係唔好問。呢個就係卡喉。每一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 一把鎖嘅。但呢把鎖係點樣用呢？其實我覺得要開咗佢。咁你先吸收到意見。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冇天下無敵㗎。你只係吸收多啲兵器翻嚟，吸收多啲兵器翻嚟。就用翻落喺自己度，即係我覺得年青嘅一代教練其實個個都有理想，好有衝勁。足球呢一個行業講真係難行嘅。如果你諗住愛嚟養家活兒，其實真係好困難，你會好辛苦咯。但係如果你有呢個目標，有呢個理想咧，我諗第一樣嘢問多啲啦，睇多啲啦，我覺得呢樣係比較重要。包括我而家都係，我都係去問去睇。然後再消化咯。我又多口補充少少，我覺得你唔好睇攞水咁容易，要浸嘅。即係你話年輕教練咧，即係而家可能好多年輕教練可能好有自己想法，咁但係其實你我覺得要平衡咯，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做教練。但係同一時間你唔可能過分信心，你都未有咁嘅經驗或者一啲可能係一啲睇嘅嘢學嘅嘢都未夠嘅時候，你就要浸多啲，或者多啲問，多啲參與。即係好似以前老一輩嗰啲嘅，唔好計較，係嘛？即係唔好夠鐘走啦咁，即係嗰啲，即係一定要浸一段時間，你就會 feel 到自己，咦，有啲嘢咯開始。即係總之大家要傾多啲偈咯，即係我成日覺得真係要分享多啲。即係以前我都係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天下無敵㗎，我都有迷失㗎。即係尤其是攞咗幾個冠軍，真係好似係咪好勁咧？其實真係唔得嘅。個時代行得仲快，真係唔得。真係，即係有啲嘢真係要去問。敢去問啦，其實我覺得係人哋唔會害你嘅。係啊，呢個係我近呢幾年裏邊睇到翻嚟嘅嘢。喂，另外喂，講下仔仔啦，我幾開心呢樣嘢，幾羨慕啊，令人即係自己教波，自己嘅仔又踢波叻喎，由細到我細個叻咩傻？細個幾歲啊，左腳哇抽死人嘅，到而家真係如願一路踢上去香港青年代表隊。去年直情係咪舊年啊？淨跟埋一隊訓練，再出埋場添。幾多歲啊？舊年係十五歲已經跟一隊訓練，再落埋場喎。或者咁講啦，我自己做爸爸啦，由細個開始，其實有人問嘅，喂，你老豆咪逼你踢波㗎？係咪逼你做球星啊？或者逼你做職業運動員啊？其實我同我仔由細開始咧冇嘅。一直由細到大，等佢慢慢去培訓，點樣去培養佢？咁去到某一個情況底下，其實佢自己開竅嘅。咁我點樣去教育我個仔咧？我多數係教育佢嘅態度咯。即係做人對人與人之間嘅態度好緊要。反而呢樣嘢我就會管佢多啲。咁好似而家佢跟咗一隊啦。咁其實我原則上我就冇教過佢踢波。即係唔使教啊。佢教唔到啦，而家教唔到㗎。根本就係話溝通多啲咯，兩仔爺，尤其是佢細個嘅時候，佢就比較好彩啦。支持下佢啦。咁啊，爸爸一直都喺嗰隊波，咁佢一直都係一齊練波。咁佢比其他人嘅優勝就係因為爸爸係教練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本身都要有少少天分先可以做到。所以我話呢個即係除咗你嘅背景之外，真係好彩咁。可能話真係冇逼佢㗎，冇逼佢。佢真係有興趣，咦？我又教波。但係有陣時佢有壓力大嘅，因為你爸爸係攞過好嘛。咁佢可能會覺得每一樣嘢要做得好好。咁咪好咯，即係佢要話俾人聽，有可能我唔知啦，我冇問過佢，你有冇壓力㗎？我唔知有冇。咁但係佢明顯上出到球場啦，球場外、球場內。咁我見到佢對人都有禮貌嘅，同埋學你話齋，即係教態度好緊要，因為特別喺香港，香港太多姿多彩，太容易接觸所有嘢。咁佢算好彩嘅，佢就係中意踢波啫嘛。咁佢真係淨係踢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踢波之餘，喺個學業嗰方面要再做好啲咯。因為我覺得尤其是而家呢個世代，唔係淨係踢波噶嘛。咁喺讀書方面，我諗都要再。我又是爹哋嘅，要再管多啲，要平衡啦。呢樣嘢真係要再多。其實而家都唔係淨係講我個仔㗎啦，所有有能力嘅球員都係面對住呢個困難啊。即係點樣去取捨？最緊要就係而家唔係冇可能啊！你見到好多都係大學生嘅職業球員都有嘅，其實即係唔好諗住好似再好多年前踢唔成，讀唔成書踢波啦咁，唔係呢個回事。啲家長先會更加支持。不過就開心嘅，即係爸爸同個仔個同一個興趣啦，冇代溝咯。係，冇錯冇錯，緊要啊！即係只係話而家個 moment 就係佢未必講俾你聽咯。即係有陣時我有陣時會佢練完波會想佢分享俾我聽。喂阿仔，今日練咩啊？現場點啊？佢第一句答就係好攰咯，好攰咯。
咁你要做呢份啊，再又係咁咯。咁支持咯，唯有支持咯。爸爸就而家係支持咯，即係喺後邊希望佢慢慢慢慢咁成長咯。U18噶咯，咁就眨眼。今年 U18噶啦，咁但係就都要多謝球會咯。即係坦白講，超聯都要一踢啦，要青杯咯。即係問題就係話呢個時候一定要慢慢去吸收啊。即因為李文都有很多有經驗的球員，他慢慢要去學咯。即其實個個都好錫他嘅，我知道嘅，即係會有講嘅，甚至乎完咗有啲教練，甚至乎有啲球員係私底下教嘅，即而家係加粗咁樣。其實我覺得好少噶啦。咁我覺得他係比較幸福的一群嚟嘅。咁我希望他自己第日個路再行得好啲咯。好，有位 Ho Chang Wu 最睇好邊個年青球員啊？成個香港嚟計，而家係咪而家啊？唔扯你個仔啊！黎培基啊，黎培基幾好啊！哇 ，friend 嚟嘅喎 ，friend， 即係我會覺得黎培基係真係。其實我先講人哋隊波先啦，唔好講自己隊波啦。黎培基幾好嘅，只係多少少努力啊，多啲少少努力，咁我覺得佢係可以多，可以再做得好啲，因為我其實睇佢喺個球場裏邊嗰個視野啦，其實好闊嘅，咁所以聽下啦，黎培基努力啲啦。咁李文其實幾個年青球員幾好 ，Anson 啦。哇！呢個僆仔我雖然唔熟佢，咩名啊？黃俊浩啊，定黃浩俊啊？黃浩俊，黃浩俊。哇！呢個球員我覺得係不得了嘅，喺球場嗰個決心、態度，真係要學。aggressive 非常真係好。黃俊浩，黃俊浩都勁啊！黃俊浩都勁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球員係我以前唔熟佢嘅。我細細個即係真係教過佢啦，巴塞足球。哇！好好天分。呢啲簡單講態度一流，想。踢好波啫，就係、是、咁簡單。咁另外你話 Marcus 啊、Pasu 啊，都係一個好好嘅球員咯。咁另外我哋有一個叫曾家俊嘅，咁呢個要努力啲啦，努力啲啦。即係呢個都係叫喺李文出嚟噶啦。即係其實我而家最大嘅目標就係希望每一年都有一個球員係上到一隊嘅。真係我哋係想做到呢樣嘢咯。其實呢個好緊要，就係你最緊要一隊係配合。即係如果一隊有時咧，即係我。有些教練可能同其實有啲梯隊可能啲斷層咗情況，咁可能一隊嗰啲我啲 U18 上到嚟，其實一隊啲你嗰啲好似唔係最 top 喎，咁我就揾其他隊嗰啲 top 嗰啲過嚟啦。即係好多嘅可能有即係以前啦，唔好話而家啦，即係以前超聯就會咁情況。咁而家好即係一個李文就係啦，好啦，可能東方龍獅又好，傑志好，都可能係喺我自己嗰啲，我就要咗嗰堆上先揀咗自己先，所以以前流浪唔使揀嘅，即係我同菲力講。罗晓聪啦，韦健豪啦，徐宏杰啦，郑少坤啦，许宏峰啦，夏志明啦，唔使拣。但系而家系搵唔到，系难啊！我到而家我都同阿 Mac 讲，我喂我哋嚟紧要俾啲咩人上一队咧？我哋都有谂，同埋我成日讲要平衡啊，即系你以前嗰啲，哇佢要争添喎。系啊，而家好似。喂，有冇啊？冇啊！咁嗰啲就覺得嚇咁容易上一隊嘅，咁又唔可以俾佢咁容易喎。所以呢點樣建立呢一個？不過好在我哋阿陳 Sir 都好嘅，即係坦白講，唔到個能力真係未必可以咯。啱，你有翻呢個心態先得。咁呢樣嘢就係我哋本身球會嘅宗旨咯，即係唔可以亂嚟咯。有位中浩 Mark 係啦。羅 Sir 覺得出青訓、出外集訓對球員會有好大幫助。哇，好緊要！即係好似其實曼聯超級杯之後咧，冇咗一個好嘅平台出外嘅。咁我咪自制咯。我自制㗎，其實每一年我就自制啲集訓咯。出去泰國見識下。去日本見識下。甚至乎去內地見識下。有時你唔好話參加比賽，你去嗰邊約人友誼賽，你會睇到。因為我其實好中意集訓嘅。點解咧？小朋友集中咗一個禮拜，一齊去 training， 一齊去比賽，喺個溝通裏邊咧，建立成隊波，真係好開心，即係食飯啊、閒談啊，就變咗係朋友，同埋專注咯。佢哋即係同埋朝頭早就出去練波，晏晝友誼賽，翻到嚟之後休息啦。哇，完全係兩回事，即係可以叫做咁講啦，好快可以建立到一隊波嘅。不過咧。要有資源嘅出外嘅集訓，係真係球會都唔係嘅，即係有陣時就而家呢個世代，
家長都 support 嘅，即係家長會 support 一啲錢俾你哋去，俾其實我覺得而家係小朋友幸福，機票好貴，所以我咪唔敢去歐洲咯，我全是我未去過歐洲啊，小朋友。但我同意喎，唔使去咁遠嘅，東南亞大把俾你。我有陣時有啲家長傾偈㗎，越南、泰國嗰啲，哇！啲家長有傾偈，我Sir做咩唔去英國啊？喂！佢哋去西班牙又去英國，做咩唔搞？我哋去喎。誒，你俾錢得㗎啦。唔係，唔好嘥你錢啊！佢話佢冇問題㗎。我覺得唔好嘥。但係問題，我隊波有22個球員啊，得4個冇問題。咪咯。咁我18個點算？咁我就話唯有喂，不如近近地東南亞幾千蚊，我又達到我嘅效果。冇錯。或者上大陸千零兩千蚊，冇錯，又達到我嘅效果。咁我哋做乜唔可以一起去呢？咁我就會覺得係。是一個很緊要的事咯，即集訓是一件很好的事，即其實很短時間很快建立到整隊波的打法啦，一齊啦，同埋了解多啲球員咯，係啊。好啦，最後啦，都多謝羅 Sir 啦，問下佢自己嚟緊話李文青訓啦，或者你自己個人工作有冇咩特別的方向或者目標先？哦，李文今年掃曬噶啦，我哋要定係要幾年之內建立啲咩？除咗話你想即係俾到一隊有銜接嗰啲球員之外。第一個目標就先一定要銜接到上一隊啦，即係話出年有冇球員可以上一隊啦？因為我哋始終李文你都睇到外間睇到我哋都係用好多本地球員，咁我都希望我哋青訓可以俾多啲球員上去啦。第二個目標就係喺 Matt Holland 身上學多啲嘢，真實嘅。我呢個個人好難得嘅機會啊，唔係擦鞋啊，係啊，咪真係難得有個去一個咁同我咁貼，我日日都同佢一齊。咁你做咩唔借個機會學多啲嘢咧？係嘛？即係呢個講真係寶庫嚟。我自己都經歷過啊！即係當年巴塞足球學校難得有啲西班牙嘅，即係踢過大佬頭嚟到。哇！你真係覺得哇！即係雖然都係嗰啲嘢，但係人哋個組織出嚟俾你講出嚟，冇錯，即係寫份報告啊！佢寫完出嚟覺得啊係嗰啲嘢啊，但係你自己寫唔出噶嘛？即係以前我哋上教練班，阿趙 Sir 啊，或者陳 Sir、郭 Sir 都有講，你要做 report。你練波之前你要有教案，練完波之前有 review，其實是原則嚟噶嘛。咁而家要將呢個原則去執行咯，係執行之餘你要做得更好咯。咁呢樣係我近今年開始擺多咗心機落去做，係唔係求其做咯？係認真去諗咯。同埋我覺得好多覺得唉點做啊香港，即係可能你，但係你試下做先啦。我覺得即係你試下做先。配合咯，我認同佢有陣時同我講嘅，你嘥15分鐘玩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或者 share 一啲 link， 咁你做咩唔嘥15分鐘去做一啲工作咧？即係佢同埋我好認同佢有一日同我傾偈，佢話今日嘅工作你必須要今日要完成，你唔好帶落去聽日，你唔好話唔瞓覺啦，總之你要做今日就要做啦。就不要明天做了，所以我覺得他很厲害，他今天他七點多鐘找我，因為今天我們有個 deadline 要交一些 report 給足總，他說我今天踩通宵我都做了他，那我覺得是掌聲咯，就是說真的厲害，即不是說錢那麼簡單，是他對這份工作的執著，即是執著真的很好，即是那些人打工，我就是跟著一個好的老闆，跟著好的 boss， 真的，所以我現在在他身上是學咯，即是學是另一樣東西咯，即是怎樣去另一層次的東西，沒錯沒錯，即是所以開心的，多謝老闆的，好啦，其實真的很多時候見到有些真的可能是阿飯吃的，基本上就是口職很多，見到我有時候都 hea 的，即是有時候有一個 moment 是會 hea 的，哎今天都很累喎， hea 一下，但現在不會咯，因為我現在所有的我自己的梯隊我們是有個原則咯，你要做好佢咯，即我自己都係講，如果我哋自己都做得唔好，其實真係教唔到下一代。呢個係真實，尤其喺青訓裏邊。呢個首先，同埋即我哋叫做青訓教練啦，好多青訓教練其實都係個宗旨，千祈就唔好冇咗，就係話我真係要第一樣嘢，我係點樣去培育個年青球員，不論可能係足球上邊啦、做人啦各方面情況，但係就唔好歪念咗，就係我為咗我揾錢而去做嗰樣嘢。咁如果咁嘅情況就好危險。所以我以前錯的，我有段時間我只係淨係識話要攞冠軍㗎，真實㗎。係啊，即係我喂，你勁啊，你過嚟踢流浪啦，我要攞冠軍，我要帶你去曼聯出一杯。即係其實嗰段時間我係迷失咗。迷失咗，啱啱你講咗嚇。我係認嘅，即係但係我 final 翻過咗李文之後，好多嘢我係再清晰咗，自己需要啲乜嘢，呢個係真實嘅，呢個真實。所以難怪咁多教練。
偶像咁稱呼攞上，哎呀，又講呢個，唔係咁，冇人冇人，我真係一個再攞翻出嚟啲留言先，攞翻啲留言出嚟先。有時真係、哎、真係一啲良性嘅影響啊嘛，影響力啊嘛，即係我成日都講啊，郭 Sir 郭家樂就係好多教練嘅一個 demo 啦，球員啦。你知唔知我喺家樂，我哋都係 call 法式噶，嗯，係啊，都係第一批 call 法教練啦，都係 call 法教練。都係啊，礦 Sir 嗰啲出嚟，都係礦 Sir 出嚟。呢個錢又係跟住礦 Sir。阿錢又係啦，即係。好多都去過㗎啦，去後期㗎啦。好啦，今日咁好多謝阿羅 Sir， 我哋分享好多青訓嘅教練嘅心得，真係嘅，大家歸零咧，我哋成日都講嘅歸零，即係你去到咩層面都好，你要學另一層面嘅新嘢，特別係而家即係我成日都講足球全世界一日千里嘅，真係係啊，千祈唔好固步自封。好啦，多謝曬邀請啦。好，咁啊，我哋睇下下次又請到啲咩重量級嘉賓嚟。重到最好啦，真係新型。呢排都好勁，呢排都好勁，希望可以繼續嚇。大家如果係真係邊啲老友睇到阿郭 Sir 可以再上嚟㗎，喂，我哋呢排可以又分享一下你飛馬啲最近啲嘛，即係新嘅心得就得㗎。OK， 好，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各位，拜拜。